2033年4月8日，夜里1点10分，这里是隶属于 X 基因科技的第7生化研究所。根据物流记录显示，这里是引发 Z 型传染病的药剂样品发货地。现在，这里是一片狼藉，人员应该已经全部撤离了。但愿我能找到一些线索。什么声音？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。天哪！为减少这是什么鬼地方？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。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人会变成这样吗？妈的！这屋子到处咬人，他们没救了。只有砸烂脑袋，才能真正的杀掉他们。兄弟们，现在一定要抓着脑袋打，一个也不要放过。紧急通知，不管全体人员请一定要小心。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。所有人到处都是有序前往撤离点，千万不能被碰出来。等待撤离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。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好了，我应该回头吗？还是坚持？
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再来，叫你脑袋开花。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，丑八怪，躺下吧。程程姐的厉害，怎么回事？我得进去看看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妈的，我被咬了！兄弟，帮我个忙吧。把我给毙了。可怜的家伙，
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再来呀。再见。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，丑八怪！好吧，看来我是彻底活不下去了。那么，听到这段录音的这位陌生人，带着我最后的希望。活下去吧。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想办法冲出去，快跑，出口就在前面。躺下吧。被锁了。
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。终于找到了。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
听说博士团队的研究有了进展，新的催化剂能有效促进人体 Z 元素的形成，更重要的是副作用减小了80%。真的期待几天后体验这个检测结果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起雷状态。可怜的家伙。各部门注意，我们将在已经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。那些变异者的血液可能有毒，如有特殊情况，我得想办法洗掉溅到身上的血渍，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长长姐的厉害。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也许可以找到开关，应该有办法的。
再来，要你脑袋开挂。好了，再来呀。我们被困在这里了，已经无路可走，门外都是可怕的变异者，谁来救我们呀？
再见。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请做好防护。躺下吧。丑八怪。再来，要你脑袋开花！真是太好了，这里可以洗澡。太棒了。
OK， 这下一定没问题了。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再来，要你脑袋开挂！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！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我们将在你们撤离的区域部署感应地雷，请不要靠近。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前往，必须使用拆雷器解除地雷激活状态。再来，要你脑袋开花！
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！得想办法拿回我的东西。
这些是什么人？他们没有撤离，没问题，也没有被感染吗？哦。